friend， 你给我心灵能量，能抓住梦想。哒哒哒哒哒。我们在去哪里？哦，马上在时代广场。我住在 Midwood， 在 Brooklyn 这个 borough。现在我和我爸一起在去时代广场 Manhattan 的路上，因为有人托我在时代广场放摩尔庄园的视频，然后我就上传了。现在我们去时代广场录他放视频的这个过程。下次你们要我做 Manhattan 的事情，麻烦那个我的 Subway 的钱也给我带上，谢谢。Dad， 你有多了解摩尔庄园？了解谈不上，只是你小时候玩的时候我看见，大鼻子，圆圆的肚子，就我就知道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其他情节都不知道。坐一次 Subway， 无论你坐多远，都是2.75块啊！下次你们让我做这种事的时候，记着哈。你觉得 Brooklyn 和 Manhattan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暖毛，一个巷尾。那呀，是的，我们这里是乡下。我们家是上海人，上海人，所以在上海待久了以后，觉得 Brooklyn 也是村。虽然我觉得 Brooklyn 还可以啊，有方便的交通，我们也有一个 downtown area。进城啦，我们在过 Manhattan Bridge。这里还是 Brooklyn， 然后这座桥是 Brooklyn Bridge， 在对面就是 Manhattan。现在我们在 Manhattan， 在 Times Square 周围，你可以看到这比 Brooklyn 要繁华许多。如果哪天你有幸来纽约玩，你必须来一次 Times Square， 必须来 Manhattan， 然后要在 Broadway 上面看一次音乐剧。我曾在 Broadway 上面看过。他们在卖 Broadway 的票子，我曾看过 Phantom of the Opera， Kiss Me Kate， Something Rotten， 很赞。这些角色，如果你跟他们拍照，他们会向你要小费，所以你不想付钱的话，不要拍照。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会被 feature 的这个屏幕在哪儿了，就是这一块旁边写了be featured on the big screen。你可以在一个叫做 TSX 的这个 app 上面 ，Yeah, see, it says that。然后你可以花40块钱，有15秒的时间把你的视频放在这儿。蓝天抱着你，你却陪着我，我的童年快乐全是你给的。带着我飞，整个世界都是彩色。长大以后要让地球妈妈和我一样的快乐。答应你的，我们说好的，这就是摩尔的承诺。蓝天抱着你，你却陪着我，我的童年快乐全是你给的。OK， 任务完成，现在我们回 Brooklyn。 这么多年了，一直在摩尔庄园的圈里面活跃，因为摩尔庄园是我在中国最后的几年的一些回忆。现在就觉得每次想到摩尔庄园，我都能够想到在中国的一些事情就感觉摩尔庄园是船的 anchor， 它的锚，无论船随着波飘多远，最后它的都能够通过这个锚找到它原来的港湾。我也非常感谢通过摩尔庄园能够认识非常多很出色的人我觉得一个游戏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能有一群很棒的玩家的群体一直在为它注入新鲜的血液。